看看新闻网。提起翁美玲，人们最多想到的是她在83版《射雕英雄传》中塑造的黄蓉一角。有关她生活中的一面，外人知之甚少。但近日，翁美玲生前的荷兰籍男友曝光了翁美玲生前众多私藏照片，与众多影迷分享这位荧幕美人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。照片中的翁美玲长发披肩，明眸皓齿。从公布的这组照片来看，年轻时的翁美玲非常喜欢郊游，小溪旁、树桩边、大山里都会留有翁美玲与男友恩爱的倩影。且不难看出，当时的翁美玲非常喜欢音乐，她会拿着吉他弹奏，偶尔也会与男友一同参加各类舞会。这组照片很有可能拍摄于翁美玲在英国求学期间。15岁时，翁美玲随母亲与继父去英国生活，先后进入剑桥大学和英国中央艺术学院，攻读布料设计专业。在与该外籍男友分手后，翁美玲与汤镇业坠入爱河，但好景不长。1985年5月14日，年仅26岁的翁美玲在家中自杀身亡。关于死因，坊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男友汤镇业移情别恋，翁美玲含恨而去。